刘畊宏真的是模范老公吧，又宠老婆，又尊重女性，又爱运动。以前刘畊宏在知乎上的回答，我最骄傲的身份是王万飞的老公，男生嘴上的甜蜜只能给予他暂时的安全感，更重要的是用实际行动去打消他的顾虑。哪怕是有人帮忙照顾妈妈，也不代表爸爸就可以当撒手掌柜，一定要让老婆能感受到即使有了孩子你也会被放在第一位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自爱与独立是女性永远要记住的，因为女人不需要被别人来评判。